看看新闻网。天谍战电影《听风者》举行全球首映发布会，主演梁朝伟、周迅携主创们一同出席。在影片拍摄期间，梁朝伟与周迅在每天完成工作后还会互相微信甚至电话联系。对此，梁朝伟解释道，这是因为剧情需要，所以两人会利用一切时间来练习摩斯密码。其实是在我在练习中摩斯密码，然后还没有习惯了，所以拍戏以后还要练习摩斯密码。我今天现场也可以一边发布会一边发密码。不怕传绯闻吗？不怕传绯闻吗？如果说走得太过于亲密，怕我不做这一行。